奇怪啊，你们不是最喜欢跟母狗一起玩的吗？怎么怕呢？今天让你有点奇怪，看到美女狗啊，好像很害怕的样子。因为昨天有一只很大的狗一直追着玲玲跑，玲玲很害怕，最后跌倒了。知道，我是。跟他玩，他的手靠近他的嘴巴的时候呢，他就来摸他的手，然后他手离开的时候呢，那个狗的嘴巴就会缩回去。玩飞盘，那他会怎么做？他会拿回来给你。你把它丢出去，他会捡回来给你，是不是？哎，他感觉还不错，对不对？还蛮好玩的。所以你们都会照顾你们家的或是邻居的狗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呢，有请到一个陈姐姐，她来告诉我们关于狗的，我们要怎么保护它，要怎么保护我们自己 ，OK？ 然后我们以热烈欢迎我们这个陈姐姐。早安。早安。那我刚刚听老师说，你们家里都有养狗狗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们怎么对待狗狗？我都会跟它说话。你会跟他说话，你会不会喂他吃东西？只是外面有给狗的，外面有给狗的骨头，我都跟他握握手。姐姐上班的地方啊，有200多只狗狗，都是大狗狗，没有小狗狗。哇，很恐怖，对不对？还有他们都不会咬人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狗狗？你们知道吗？它是流浪狗，人不要的，还有一些流浪狗。那为什么会有流浪狗？因为主人不要他们了。那你要不要当那个不要的那个？不要。不要，对不对？我们这边的狗狗啊，有一些啊都瘫痪的。瘫痪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我知道。脚不能走。脚不能走呢，就要靠落地。有没有看到？我看到。没有人要它啦，家人就把它丢掉。丢掉它就在旁边哭，然后哭一哭，没人理它，也没有食物吃。你要水喝，怎么办？你要带回家吗？谁要它？死掉。
有，你要它哦，你要它，哎、啊，你会带它去看医生吗？会，对，它很可怜。那为什么那么多人不要它？因为它没有脚，啊，身体都是跳蚤那些。对啊，啊，可是一号它是很可爱。有人送他的、哦，因为妈妈在带我去阿嬷家，阿嬷都讲说狗狗都是去外面捡到的，啊、阿嬷都会把它捡回来洗一洗，给它养。人家都是两只，一直是在产捡到的。产捡到的、哦。那我就不知道。那你知道为什么狗狗不能用买的吗？因为狗狗要卖给你们，都把狗狗爸爸妈妈关在一个小小的笼子里，嗯、然后让狗爸爸和妈妈一直生，一直生，一直生。然后生出来的狗狗就卖给你，然后那个很可怜的爸爸妈妈就一直在笼子里都没有出来。好，我给你看一个影片，一个狗狗的影片。一只小狗狗在笼子里面。有看到狗狗吗？有。一个小朋友。加一个小女生走进来。他要去救那个小朋友。他要去认养狗狗。他养那个小狗。没有，一个小狗狗在跳跳跳。小狗狗看到他很开心。看到这个吗？小小的小礼物，这是谁给的？知道吗？水果奶奶。答对了，水果奶奶的哈。知不知道为什么有流浪狗？因为有流浪。谢谢你来。外面那让他们自由。对呀、啊，那自由怎么办？狗狗会不会看红绿灯？两只腿没办法走路，除了养狗，有没有养猫的？有养猫的吗？家里有养。还是养金鱼啊、兔子啊、乌龟啊，有没有？我家有养兔子。哦，有养兔子哦，太好了。我家也是，就养鱼。你家养鱼，小朋友要记得，你养的宠物呢，你就是他的爸爸妈妈。那你要怎么样照顾你的小孩？你要怎么样照顾你的宠物？要不要给他饭吃？要不要给它水喝？要。生病了要看医生还是丢掉？看医生。对嘛，生病了要看医生，对不对？不是丢掉哦，要记得哈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学到了几件事情。第一件，我们看到流浪动物，不可以马上转头就跑，对不对？对，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走，好不好？绝对不可以转头就跑，很重要哦。第二点。当你们带家里面的狗狗、猫猫出门的时候，一定要怎么样？带狗链。对，一定要带狗链上牵绳，好不好？还有一点很重要哦，当你们带狗狗、猫猫出去散步的时候，它大便要不要少？要。要记得哦，要带塑胶袋、带卫生纸，顺手把它大便清起来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还有一点很重要，狗狗进收容所可以活几天？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大家都不做那个丢狗的人，我们不要让狗狗只活十二天，好不好？好。好不好，你也好，你说，你告诉我，你要说什么？爱护狗狗，狗狗很可怜，丢到那个狗狗的店去，会只能活十二天。对，没错。好，谢谢你来，我们也给一套那个明信片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我想要问。如果家里面的宠物生病了，先不要回答啊，我有一个礼物哦。家里的宠物生病了，是应该要丢掉呢，还是看医生？来，你说。看医生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，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们今天表现怎么样？很好。很好吗？对。有吗？有。哦，你们刚刚表现也很厉害。对，你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也都会。
举手，有礼貌的举手。所以你们今天表现有没有都很厉害？有。有，那我们给我们自己一个爱的鼓励，预备 ，Go。